我辛苦，我用神通，死无用。 天地不仁，天命不公，一路走来，看明白了吗？开！ 猴子，你果然又几分他的影子。既如此，如此，岂不是得罪了？念起绝尘。 一星一秀，威震山岳，胸怀星辰，剑来天啸，雷霆，打开生死路，你让我出现。 剑横九影，天心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这猴子，真令我欢喜。当年他被押去斩妖台，刀砍斧剁，枪刺剑飞，毫发无伤。
如今，拿起自己换了你来，让我试试。得不偿。人心一念。 穿云，飞洒岩星。 今日不够尽兴，不如随我先回天上大醉三天。 战300回合。
果真是个好猴子，既然帮你，便帮到底吧。
吧。我听见人讲说，这妖精比你有千倍，我老孙比那王位还高千倍。他敬之如父母，视之如神明。你怎么说出唯独啊？往如来方便，把孙悟咒念一念，退下这个金箍，交还如来，放我还俗去吧。大肆圣旨，放怪我看那贪赃枉法之官，当何罪？什么小金蛇都听。那怪说有些认得我。想必不是凡间的怪，多是天上来的精。好好，大家散伙。睁开你的口眼，这就摘下来给你看。我遣众兄弟一路试你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难以忍候，直到今日，我才明白，一世名锁不住的，一道孤困不住的，以肉身之死换一年永续。但愿你不会辜负的，我心结已解，你的路才刚开始。若他能从那幅画中出来，这天命又该作何说法？我不过是个卖卦之人，卦象如何，天命
便如何？未来之所以是未来，在于未定，未定之事天也难算。天命即因果，前因既定，谁也逃不脱后果。我算不出来，无非前因知道的还不够多。哎，这世上竟有先生算不出来的事情。好事，好事。Thank you.